嘿哟大家，我今天要教你们怎么做一个 backside ollie。战法 ，OK， 我的前脚其实战法都跟欧力一样，但是我的前脚也都是站在差不多这边，给它切起，有没有看到 ？OK， 我的后脚也是跟欧力一样，我的后脚会站在这里。嘿，我现在要讲解 backside ollie 的做法。身体的时候一样蹲低，但是我在预备位置的时候，我的身体。我的肩膀会稍微有点预备位置，就是要有点偏往那边，因为我们backside是往背侧，是我们就是我点起来的时候，我的前脚一样跟欧里一样，但是它其实也是跟frontside欧里一样，是靠身体在带，所以我会身体先转，脚再跟着转，这样我们就会过去。后脚通常有两种，一种通常都是。跳起来的时候，后脚用扯的过去；第二种是直接带起来，我们不要用扯的，直接正下落地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吧。今天贝塞奥利就到这边咯，大家加油。